大家请听好，送分题。请问各位同学，黑猫警长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，他们都是谁呢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开始。舒克贝塔。舒克贝塔。舒克和贝塔，你回来吧你。我替中国动漫向你道个歉，不是，我替你向中国动漫道个歉。还有两只那个警察猫，警察猫，警察猫。什么警察猫？宽哥。白鸽警官，白猫警长。所以你的答案是白猫和白鸽。恭喜答对啦！青春没有白过。哎，我们在座各位看过黑猫警长的举手，我看看。看过呀，吴昕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起来吗？啊，因为前两天在家的时候陪女儿又看了一遍。啊哟，难怪。啊，难怪。温故而知新，请看下集。对，咻咻咻咻咻，对。啊，又有小花了。啊，都成花仙子了。